日前，大表姐刘雯在微博晒出一组照片，并配文春天的尾巴像山花烂漫，还加了几个爱心的小表情。照片中的刘雯活力满满，笑容灿烂，对着镜头微笑，小编真的被感染到了，好美啊！留了一身简约大气风衣，搭配一同品牌渔夫帽，显得格外的小清新。仔细一看，哎呀妈呀，衣服穿反了吧，双标还裸露在外面，也只能感叹恐怕也只有超模敢这样穿吧，普通人穿你确定不会认为是神经病吗？网友纷纷留言，又 get 到了一个新穿法，2018夏季的流行趋势出现了。说真的，能这么任性的恐怕也只有大表姐一个人吧。不得不感叹刘雯的生活态度是真的好啊，真诚和粉丝分享喜悦，工作和生活一直都是区分的很明显，工作的时候很认真的工作，每次都可以看到她标志性的笑容，精神饱满，非常的热情面对工作。刘雯的美在于稚气与可爱，简单的漂亮，漂亮的简单，就像一张白纸一样让人说话，看似没有风格其实最有风格。